洲繆思女神-BoA 寶兒日韓雙語出輯暢談心路歷程。亞洲繆思女神-BoA 寶兒今年大动作回归歌坛，在台同时推出日文专辑《这样下去好吗》和韩文迷你专辑《One Shot》。Two Shots 展现多样面貌。日前接受 BoA Korea 的独家拍摄访问，绝美的照片引起所有粉丝的惊叹，而他畅谈许多自己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让乐迷更了解他丰富的曲风竟是来自规律的坚持。他表示自己是个喜欢规律的人，习惯早睡早起，就算前一晚因为工作晚睡，隔天还是会同样时间起床，他也喜欢早睡早起，这样脑袋比较不会有太多杂念，而空间的时间他就会多运动，把身体维持在最佳状态。尽管武艺超群 ,BoA 宝儿还是定期在练习室内进行肢体操练跟发声训练，很在乎基本功夫，而他最不欣赏有人在练习室内玩耍，毕竟公司内艺人很多，练习室相对不足，能够好好练习显得格外重要。这也让人见识到 BoA 宝出道多年依旧站稳一线女歌手的秘诀。BoA 宝引领亚洲流行乐坛的地位，让美国 Billboard 告示台杂志对他进行独家报道，并畅谈出道这些年来身为唱跳女歌手的心路历程。BoA 宝儿在鲜少韩国艺人进攻美国音乐市场的时期，能歌善舞的他携全亚洲的超人气推出英文专辑，并成功打入 Billboard Top 200的榜单，在当年引起不少话题，之后每每推出专辑好评不断。迈入三十代的 BoA 宝儿也回应大众对于唱跳女歌手演艺事业发展的看法，他笑说，我还很年轻，以马丹娜和布兰妮为例子，他们依旧在舞台上唱歌跳舞发光发热，更成为其他艺人的灵感指标，是成熟发展的捷径，因此我很幸运能够在舞台上继续演出。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根本没预料自己可以跳舞跳这样久，因此我会尽全力继续创作和演出，让所有人期待住我，直到最后。言语间流露内心满满的正能量与对自我的坚持。在韩文迷你专辑的部分，被誉为是亚洲 No 一音乐人的 BoA 宝儿继单曲《疯掉》Mega Dollar 后推出首张迷你专辑 One Shot Two Shot， 收录包括主打歌 One Shot Two Shot 等共七首曲风多元的歌曲，让歌迷再次体验 BoA 宝广泛多变的音乐世界。2018年频繁展开活动的 BoA 宝儿于专辑发行前率先发表了嘻哈舞曲《疯掉》，Mega Dollar 迷人的独特歌声和充满嘻哈感的表演，展现出 BoA 宝特有的强烈 Girl Crush 魅力，博得好评。这次推出的 Deep House 风舞曲《One Shot Two Shot》挑战全新变化，令人难以抵挡的魅力再次迷倒整个歌坛。 BoA 宝儿最新主打歌 One Shot Two Shot
属于 Deep House 风格舞曲，迷幻又洗脑的旋律十分出色，并由 BoA 宝儿亲自填写歌词，词中用火花迸裂的画面来比喻男女坠入爱河的瞬间，而 MV 中 BoA 宝一身复古风的造型与舞者们精湛的舞艺场景，以及在火车月台上与一名跨越轨道的神秘男子间的互动，最后 BoA 宝儿向南方射出致命一枪，但原来这一切都是南方的梦境，让所有观看者露出会心一笑。此外，专辑中也收录了先前数位发行引起话题的 R 和 B 舞曲疯掉 Mega Dollar，以及去年六月在 Camel Project 中公开的 Camel 共七首歌，让大家能够体验 BoA 宝儿更多变的音乐世界。在日元专辑的部分， BoA宝展现百变的魅力面向，推出最新日文原创专辑《这样下去好吗》CD、DVD 版以及 CD Only 版，封面各不同。呈现女性在结婚、工作、友情、人生抉择难题接踵而来的三世代，有助充实的一面，也有助每天烦恼焦虑的一面。这样下去好吗？是迈入三十代的 BoA 宝儿轻熟转捩点之作，即由歌曲诉说住三十代女性的不安与自信从容，一边羡慕住周遭结婚寻求安定的朋友，一边又觉得我喜欢现在的我，很幸福，但在面对自我的瞬间，不禁总是会想这样下去好吗？专辑内除了收录话题日剧主题曲Make me complete right here, right everywhere 之外，也收录了在 BoA 的 Live in Billboard Live 中备受瞩目的 POP 爵士舞曲 Jazz Love。 其中 CDDVD 版特点 DVD 收录 BoA 的 Live in Billboard Live 演出画面，收录长度约15分钟，内附中文翻译歌词。